时光观列车站的2014年5月2号，它北京双线列车松山站，19:22，班次是318次，开往松山的高年线观光时间列车，由737型至37列328327编组的高年线观光时间列车，在终点站双站时间看哦。开启车门。开启车门，看新店。我刚才想刚刚是这样，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